干部这样子，李监事，来，泡泡啊，欢迎进来啊！麻豆商圈文化观光发展协会长期致力营造优质的购物环境，辅导在地店家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。四月二九特别举办2017麻豆家庭日活动，不止凝聚地方向心力，吸引真侪年轻的家庭参与，更加加深年轻世代对麻豆地方的认同感。那今天相当开心哦，我们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市长呢，特别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参与我们的麻豆家庭日。那这个麻豆家庭日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为什么是感动呢？我只用感动两个字可以形容，因为这是一群麻豆在地的年轻人，在一个过年的聚会里面，大家聊聊天，然后聊到后面呢，我们就办了这一场活动。那办了这场活动的时候呢，当我们提出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，麻豆108的店家非常的热络，全部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大家做伙来把这场活动用起来。然后市长跟我问讲，为什么要办理这个公园？我若无办理恁相关的居民，我讲吼，因为市长跟我用这个公园，大家有一个足好的所在，下晡时啊，遮足侪人会伫遮散步，会当伫遮佚佗，会当伫遮啉咖，做个一个休闲的一个活动，非常的棒。所以讲呢，今仔日嘛足欢喜，嘛足用着足感谢的心情。感谢着，今仔日咱有这个机会来办着这个家庭日，嘛感谢着咱市长，佮有咱区长，安尼长期以来对着了咱麻豆地区的努力佮拍拼，真感谢您。咱的团队共同来选择给咱这个公司哈水的公园，好来举办今日这个活动。最主要嘛是就着讲，哦，咱的家庭日，大家爸爸带妈妈，吼，大家爸爸跟妈妈带着小朋友共同走出来，来活化咱的商圈。希望说我们的消费就留在商圈，让我们的商圈更加活化了，吼。赖市长期待各区会当发展特色，吸引更加侪观光客，积极发展观光产业，透过大家合作、拍拼、发起佮参与，举办了今仔日即个有意义的活动，提供市民休闲娱乐的机会，同时嘛促进商圈的团结佮往前迈进。今日真欢喜吼，来到咱麻豆参加咱麻豆商圈的活动，我伫遮先甲佑生理事长。真后任的理事长，吼啊，相关的好朋友，第120,000的多谢，吼，因为有恁的合作，啊，有恁的打拼，啊，有恁的发起，共同参与，啊，才有今仔日这款的活动。不只是啊，对，伫这个所在提供予咱市民啦，吼，会当来公园休闲，啊，了后会当买伊喜欢的物件，吼，啊，佫会当做公益，啊，同时呢，嘛会当促进咱相关未来团结合作，吼啊，往前搁较迈进啦，吼。伫个开幕仪式结束了后，赖市长一一到市级单位拍招呼，受到现场热情的民众包围，要求合影佮签名。市长嘛展现亲和力，一一佮大家合影签名，满足大家的需求，让现场的民众充满着喜乐。咱即个台南市吼，一年来台南观光的观光客超过20,000,000人次，这毋是赖清德家己讲的哦。这是姚一丁委员、交通委员会召委、交通部观光局公布的资料。暗时伫台南市过暝超过300,000人次，啊，即马拢客伫吼市区，吼、观光景点。咱遮若发展落来，伊个观光客吼、会走来咱麻豆，会走来咱其他的这个所在。吼、所以咱过去做生意拢是做厝边头尾。做食客，即摆毋是，咱即摆台南市的观光已经做起来，咱有条件赚观光客的钱，只是讲咱有整合无，吼、把咱的特色凸显出来，啊，吸引伊来到咱这个所在，这就是咱未来吼，幼生吼，咱下一步，咱即摆是家己嘛，麻豆人，麻豆妈妈，咱即摆吼，力量爱出出去，啊，甲外口的人观光客招来。哦啊、所以咱的观光的产业也做得不错、哦、
吼，啊，当然其他的产业嘛，一步一步推动吼。所以咱即摆合并前，咱的失业率是5.2%，吼，最近统计差不多3.8%至3.9%，所以咱是有咧进步，咱是有咧进步。麻豆商圈赞不赞？赞，还比一下赞哦。